第四题，我们说1到15题没有什么意义，第四题还好，不过它也非常的简单。第四题说，已知原子量氢等于一，碳等于12，氧等于16，则醋酸 CH3 COH 的分子量为何？我们知道分子量就是把原子量加起来，我们的化学式 CH3 COOH，我们总共有两个碳，每个碳呢是12，我们总共有四个氢，每个氢是一，我们总共有两个氧，每个氧是16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24加上4加上32，也就是28加上32，就等于60。所以我们的醋酸的分子量是60。第四题问我们说，则醋酸的分子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60。